伫咧新店湖口一座公园，长期以来有人伫遮乱扔垃圾，就算宣导也无效。乡公所决定要按监视器，佮派专人无分每日徛伫公园门口，要甲遮乱扔垃圾的人抓出来。公园门口予人等大量的垃圾，在地民众反映讲，这款状况已经真久啊。天气热的时候，那味道都会出来啊。还有那些乱丢什么家具的那种叶子，也会丢。它这样子的一个情形维持多久了？哇，起码我有印象中，起码一年多以上。这几年来一直有一堆垃圾哈，尤其是假日的时候，很多民众啊，都会顺手来公园休息的时候，会顺手丢一些垃圾。其实原地有当时啊会出现一两包垃圾，附近的清洁队员参社区志工会斗三工收走。想袂到后来刷愈来愈侪人乌白蛋，有时阵连假了搁较咸，垃圾得要搬出去一边的车道。乡公所决定除了装电眼，嘛逐工派人伫现场顾。我来看两个钟头啊，就碰到四个人嘛啊，四个人里面就本地人比较多。都他们来丢的就对了。因为他当场来，我就跟他讲啊，派人来手差不多两天到三天，还有二十几包啊。那今天我来的时候是两包啊。经过几天了，效果有明显改善，不过也是有人趁清洁队员休困的时阵来偷蛋。乡公所刷下来调出电眼画面，要抓出偷蛋垃圾的人。记者赵君和，新竹报道。